大家好，我是八九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闽南狼人杀 EP4。 今天呢、应该可以算是小一点规模的血流成河。究竟是什么事情血流成河呢？接着欢迎我们内政系的网红一起来点评这件事情。我们一直以为国民党会先自己跳这个坑，没想到民众党自己先跳坑了。来，欢迎我们这个最近我培养的新人，内政系的网红啊，这个是民众党的，他是民众党发言人啊，就是之前说他找记者来开他们民众党记者会，然后他怒喷记者，让记者很不开心，然后之后才出来道歉，就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他刚刚在这个疑似是直播上面三字经嘛，对，骂了一个很不好，骂到妈妈的脏话，骂到妈妈的脏话，不好啦，这不好。对，就是其实也不是脏不脏话的问题，因为我那忍受侮辱的力度很高的。那现在问题是，我一直觉得是国民党跳，结果是你民众党先跳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就是那些提字啊，是有蔡英文、有陈，这是我们都知道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有录音档没？我们都知道，可是我们都以为是国民党会先出来急的，先讲这件事情，结果是民众党先讲。是你们帮一个已经在土城的人去讲话。对，所以还是说国民党让你们跳，民众党去了，好了，跳了啦。在立法院他们其实也很多次都是明明是国民党想要反的法案，结果提出来都是民众党提出意见说我们要退这个东西。所以这个坑有可能是被怂恿去跳的。来，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蔡英文啊，中共同路人，来带大家来听一下这一段录音画面。来，先听我们设计。蔡英文都给我们提过词啊！哦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提了两张。为什么他怎么会愿意？他当时是民进党的主席，还没选上。哦。还没选上，然后我们去找他要提词，然后还提的挺好的，说比走两岸什么什么什么，就。哇，好神奇哦！我还有一张跟他的合照呢。你跟他合照？我还有一张跟蔡英文的合照。啊，这么厉害！真的，他来大陆过？没有，我不在台湾驻点吗？我在台湾驻点住了。他之前是在台湾驻点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好像央视在台湾的一个记者。对啊，我之前在台湾驻点，然后那时候他是党主席，然后骑着他的小鹰号上街扫街拜票嘛。然后正好我在那边闲逛。然后好死不死，我那天穿了一件深绿色的毛衣，然后他就不跟人握手嘛，那就看我穿深绿色毛衣，以为我是他的支持者。哦，厉害厉害！好像没有穿红色。对呀、啊，他那天去那个跟那个谁呀、啊，去跟那个就是去新竹给那个谁站台，给那个林志坚。当时林志坚也在选举，对。对，然后我正好在那里闲逛，就碰到他了。我想要看蔡英文的体质，我可以这样。没有贴出来。如果不能贴出来呢？当时后来他选上之后就没有贴，因为选上的就身份不一样。对。我看一下那个，搞不好往上还有。姐姐，你也会讲台闽南？闽南，哎呀。他当选之后。真的好。好 ，OK， 所以这可以证明什么？当时很多人写这个题词或是所谓的挽联呐，吼，蔡英文是十几年前写的嘛，后来蔡英文当上这个总统之后，被中共中央点名要拿下来，因为蔡英文是台独，所以这证明什么了呢？你有台独立场，就算你曾经受过这个匾额或是题词的话呢，你会被撤，就代表你的立场已经是台独了，你跟中共大一统的关系通通切割干净，因为我跟你是敌人了。像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是今年送过去的，今年，那他还挂在上面，他都说我们被中央点名要拿下来，我们不能挂，因为立场不同，所以代表挂的是立场相同的或是相近的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这是海峡导报自己讲了，所以这证明认证了，海峡导报亲自认证蔡英文是台独啦。我是劝大家不要再拿蔡英文出来，你们会自己打到自己的脸。对对，就是我就是等你们跳，我这一支片就是等你们跳。感谢谢民众党，谢谢谢谢认证蔡英文是顽固台独分子，没错。那柯文哲他是，他挂在上面了，对，就不好说啦。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我们听了这些前面他跟蔡英文的合照要穿绿色毛衣啊，昨天国台办不是点名我们这部影片吗？啊、他说这些影片都是民进党自导自演，所以大家不觉得现在看起来这个海峡导报好像民进党的吗？为什么他那天要穿绿色毛衣？对，为什么早就布局十几年前了？那个时候那个手一握下去，
通体舒畅啊！完蛋了，我应该要支持台独，我应该要支持民进党，我赶快跟他们卧底，就是那一次握手。然后啊，2024年陈柏远会来找我啊，这个可能。主席啊，你好好的去彻查一下吧。对 ，OK。话说回来，我们丢这个纪录片过去的时候，只是拍摄里面的环境就如实拍嘛，我们也没有点评柯文哲舔呐、啊，我也没有说里面王金平出现的人都舔了，我们都没有下这个评论跟结论，对不对？然后全部的人都急得跳。结果是民众党急着跳啊，王金平都没有急着跳，王金平都没讲话了，王金平都没讲话了。那我们下一集 EP 5呢？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有谁还想跳下来。我们还有三条影片，还有很多录音档，很期待啊！大家不要太急，真的不要太急哦，这东西都看不完了。这三条路是三个不同的支线、主线、支线任务、支线任务，就是看哪一个阵营呢先跳。A 阵营的跳，我们就拿 A 支线出来 ；C 阵营的跳，我们就拿 C 阵营。不是什么都丢的剪得进去纪录片里面了，有些阵营都是小支线，可以先丢出来，就小支线，就是不好看呐、啊。比如说你们看到下面那个北京国台办，我觉得也很精彩、欸。那个哦，我觉得刚听完，对，这个北京国台办那太精彩了，有些东西就连起来了，对啊，想通了。原本之前想说，好奇怪，为什么台湾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个北京国台办的有没有在台湾的人要来跳呢？越来越好玩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结束。喜欢记得订阅，不喜欢的记得去看他的频道，你可能会更不喜欢。我是暴九，下次见，拜。